一等多兰基啊。我们要不要打一等啊？这技能肯定是要的吧？这技能肯定是要吗？绑到就下去啊，就这样。通常一等零的，绑到会马上再进一个水球哎、欸，就绑到大家一起下去而已啊。但是我不想点一哎、欸，绑到不要打、啊，不要打一等啊，那还是不要打了。你可以用，可以尝试性 Q 他们。我用怕，直接加二 AP。有道理吗？好。你等那一闪呢？会。没有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是什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什么东西啊？我靠！哎、欸，我靠！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他等我点到一了，要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不是我点到一了。嗯，那日本就一起手啊，一遇到加攻速。我原本是以为可以打好多人，我可以 Q 两次。雷恩的怎么办？我以为我们会有激烈的碰撞。没有，就是、我也以为会有激烈的碰撞，我就把它顶在墙上。我这个一等点 Q 最狠的，你知道吗？九十梦也超好猛。这一等点 Q 直接让人起飞的。刚我直接钓到他一个这个，哎，尼克也不见了，刚刚全部人不见是哪招？不投降了吗？投降了吗？这么悲观，没那么夸张，一个人就投降了。你还乱藏啊？靠他！哎，加钱。嗯？你在干嘛？嗯？在干嘛？他们干嘛？送幸福哦。哎、欸，好的呢。点我点屁点啊！他们干嘛？他是开送吗？是干嘛？还是他那个？哎、欸，纳米直接走回家了。纳米断线了。上位也断了。嗯，断 C 断线。他们应该是一起玩什么在附近之类的，一起台前大地垫之类的吧。你打就不要再被我框到啦、啊。太那个台面了，一起到台前。哎、欸，尼可刚刚在夹子，他回来了，他可能正常夹子。下路没闪 ，AD 没闪，他是很卡路斯啊。哎，真没找他、啊，真的看不到，他们又走回去了。那台前到的，他刚出来丢我一个 EQ， 然后站得不动，丢了他。那个尼可 ID 蛮像外挂、啊，啊，系统有 bug 是哦，这招推过去也真低调、啊。可是我被打的不要不要的，好奇怪。他们是不是全部都出这个？但我没杀二的。打屁股。哎、欸，顺其步伐。不要的、啊，还被抢了一个视野，真惨。已经断线了，可能到现在都还没更可了。他断线，尼可跟这个李星，我觉得他们全部都认识的、啊。AD 没闪 ，AD 没闪。哦。
我操！这挺燃的，我操！又开始正常了。哇，完蛋！被踹套了。太皮了。对，大家在笑吗？大家在笑。没有，不能退，不能退，不能退。那你其实没摸，咬他。我没血，没摸，更惨。行棋是农很久。原来你行棋是农野啊。农业是农业，农好久，农好农满。你用主 Q 啊？嗯，主 W 啊？我原先叫你主 W， 我真假的，我真的查一下，真的。你帮我查看，你帮我查看，我给你。大绝，你大绝开 Q 减 TD 啊？真假的？这潘森真的看起来怪怪的。没差了，你点很烂哦。是不是脚本啊？有吗？还好吧。哎，他是故意在搓。主 Q。才能外挂帮走，然后还很烂，那他干嘛开脚本？就是开变烂的脚本啊，觉得游戏要难一点。我现在六等，他一次都没有移我过，很奇怪。哎、欸？三角而言吗？你应该是这个外挂班的走位，外挂班的走位。好的 ，Thank you， 被线比较好对，吸血吸血好够。嗯，吸血吸血。对，我要上。上面打的很开心吗？上面打的很好。下面我要上了。他们看到了吧？我们基本上已经不打回。他们肯定是看到了，我都已经塞了他。杀他们家李信，他们肯定是看到。喂，这边里面有根红色的眼睛，那是什么？啊，差这么些人员，捡线控的很好。我好像把那两只吃掉。他应该有闪了，如果闪好了。上消，小心他跳。六。没电了，潘森怪怪的。睁眼睛。疯狂剑客来了，这么细，挂班的走位。说他，哎，怎么这样呢？奇怪，刚没上二，上六啊！我们把兵推了吧，疯狂推兵。哎，怎么一直都吃不到啊？哇，好奇怪啊！还被这个人给抢了呢。我怕他一直吃不到，我怕他吃一只。人真好，人真好啊，人真的好。你刚点 W 就直接死，有啦，这样的啦。不信我先往前 Q 送一波，觉得真的要送，真的要送了啦，他要直接冲过来。他没有给你一个海浪，其实算你不错。怕这个翻身了吧？我要上他，你有兴趣吗？有点凉哦。哇！这个被吓到了。吓蛋的。没办法。回头吸，回头吸。哇！你刚其实不用到闪现，我觉得。好，不要再秀下线。我要闪啊！第二关追起来了，会不会 Q 到吧？好疼哦，啥伤害啊？你下线休息了，没晕到还要往前，不会往前。哎呦！
是什么？他是不是还在、啊？哇、哦，他如果这个时候 Q 兔会，我怎么来？你要不要来这边？我直接闪上去光他们。然后大绝，然后 Q 兔我知道自己有死。欢欢，哇呜！我把我的伤害打出来。我觉得你们打错，伤害有点分散。不同支，你们伤害超级分散的、欸。哇！他能弄吗？他点到塔了，哇！这番这样收两只，一戳二，打超级不同只，不知道，也是你们打的哇！超级不同只，怎么会一个去打凯撒，一个去沟通在上面吗？沟通超级大错误，很惨。哎，他们怎么爆发这么高啊？海浪滔滔，我好怕啊！哇，三个李信。三星啊！还有还有，我限制住那只凯撒，没有让他一直射，一直射我们就全爆了。刚刚差点被凯撒一连射三个、啊。他刚是不是最后一下射在塔上啊？然后不先打凯撒，我们就爆了。你用的双线不能打。哎，怎么又偷改了？这叫做交互点。这边这边刚好红眼，现在应该没烟。你要不要直接建在里面？直打凯撒。废话，他那时候就跟你一起。他是在吃龙啊，很开心。我在诱饵哎。废，他们是不是看到我们了？我觉得没有吧，这边里面应该没有眼。那时候我想说，我以为想说你们要，然后我就这么怕。你先。来吃龙啊。不过去了，不行。蹲在蹲。好扯哦，干那李欣。是有一片。做事啊，老欣。你被李欣 gank 的不要不要的，做。这李欣已经超过你两等嘞、欸。他就一直去收人啊，我哪办法啊？感我在那边蹲啊，他还有刷野怪、啊。你要蹲啊，你要换成扫眼啊，你现在是那个，当然是那边没有眼啊。刚刚没有眼啊，重点是刚才没有眼啊。我是确定没眼才过去蹲啊。哇，都知道没眼了，他们就是突然就退掉了。没有，他们应该有嗅到。对啊，潘真宵。我也他妈的疼哎、欸。上校、哦，哇，行啊，太肥了，直接回去做一件套，怎样？真打死！啊，哇，这我没办法。哇，全部都助中是怎样？是爱助中，关死掉。安森也跳中，他全部都弄中，感受到了吧？感受到我那个被助的压力，那个吸奶，吸奶仔，我没差，反正到时候我中路直接放。接一波兵，你吃商务兵吧。反正大不了我就在后面丢啊，就在后面丢丢丢就好了，没事没事，小事。好痛。嗯？好像不用那个 R、欸。吸一口，
都很大。啊！啊！雷锋，做好事不留名。好大！换上我们腰，有点痛。嗯，感受到那个 damage 了吗？那个 damage 有点高。嗯，直接跟你闪。我没闪你，我没闪你，是不是也 solo 他？没有，我没闪，他会死。我没闪我。那你怎么知道我会闪上来？我哪知道呢？你现在，拜拜，没事哦。来来来来，赶紧来，赶紧来。他不理我。你怎么都跟他吻浓啊？擦身而过。谎言世界。哎、欸，擦身而过、欸，他真的不理我、欸，哎，他一个环游世界，他完全不理人吗？他刚那个是一可以一到我的那个距离、欸，他刚刚可以差点过来，能弄我。FK 啦，你怎么还不打他呀，哥？下面那两只在一起就很强了，一只一只我们就可以杀了。嗯，刚刚是感觉 support 不在旁边的那匹，没有，刚 support 其实掉了。你来之前他还是正常人啊，只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开始跳舞。他是不是那个啊？哎，慌到你喽！啊，他加速啊！已经没大了，我马上拿车。加速就没办法啦。你搞你搞你，你这啥？为啥？这边有东西。干什么？他想飞。有人在偷吃那个。一个 W 给他一顿粗暴 ，W 轻功了吗？我只能砸他一个彗星了。会赢哦！小罗遇害了。哇哦！我帮你挡了 W 哎、欸，我帮你打了他的。没退好。很难退吧，算了。他站的位置很好，想要推这个墙的难度，难度，等吗？哇哇，等吗？查一下。原来我们吸血鬼开心农场、啊，可以可以，农到后期吸血鬼大魔王。哦，吸血鬼是三起来了，第一锤啊，可啊，哇，吸血鬼吊打两等，那个戳差一点点，那个戳真的难中啊。不是啊，他会隐形啊，怎么很难？当然难错啊。没有，我说最后的连线一下，是真的难。我已经跟那开枪打平了。要了，他有点太痛了。你真的不是回家？你刚没用，没有。哇，我们的吸血鬼，哇，这个什么？哇，吸血鬼不是很肥吗？等一下，怪怪的。比他更肥，更肥啊！这个他妈出来过，我都想起。对吗？那时候 QQ 过来，然后就冲后面是几招会在半秒内接吻呢？狙击吧，我应该给他踹的，好像好像不太好，我会被秒，你会被秒。这个动作真的很奇怪。好像女性都是在野区弄到他的大绝他，那个是觉得他这块，我觉得他很像外挂。他在野区弄到他的大绝，一套杀人他才会出来，不然中间都不会出来。哦，这边有东西，他手一定是有大绝。嗯，这个传送是，我怎么知道？能力？难道我无法吗？
是不必要，我们应该是不会打、啊。那个已经跟我们一直打起来了，我就打起来的话，那个时间点就刚好啊。怎么这么多东西飞过来？哇，还有这个。嗯，要是你要不要砸个到？哇，好吸好吸！是啊，哇，真吸！等吗？等吗？谁啊？三一滴，三一滴！不要，我们赵信晚来了，没关系，英雄总是最后登场。啊！差点钱出金了啊！那下路兵线全包，我要不要戳死？那我去下路搜。怎么又让突然？你去装。啊？怎么冲出去？赶路了。看清抢毛。你怎么冲出去了？那个汉森还是要东西先走吧，不然就是外挂。或者啥？总之动作很奇怪。啥？这啥？是啊，我知道他想死啊。他是外挂吗？你看起来像那种重头。是外挂吗？你看起来像重头。重头外挂。重头外挂是不是？追不到啊！不要再追了，不要再追了吧！不行。好，可以了。哎。我限制他走位。他很想追了。其实走过还是怎样？他动作都很奇怪啊。刚刚断剑在弄外挂，有鬼魂在我旁边。第一个王家，快跑！来呀 ！Oh my god！ 哦，还有一个。我崩嘎，你崩嘎，把那个十块一块钱打掉。哇，这是啥？哎，来掉，看能不能打一波。人家往前了，太可怕了！我麦克直接往前了，好，我跟随他。哇，我准备踢飞了，什么鬼？他没有 Q 到我。我打他，麦克拿个爆破就好了。丢歪了爆破。这边有李信啊，李信啊，他没有打，他没有打。别贪了，两位。就走不掉了，对，被穿进来，你进来，你进来，在里面，打不到，跑得够快，哎，那真的，要不要赚20块？他们是不是想水龙啊？那个好像不太水，这是风龙吧？杀红了眼，李信刚才这附近应该有眼吧？哎，怎么龙直接不见了？哎呦，奇怪的东西！暴击！把你那个飞过来的东西给吃掉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潘森会不会跳个大底啊？这么好？潘森有跳过大吗？没有啊，中路啊，我中路就是被搞的，没印象而已。干嘛？还过去给他晕哦？我们怎么没有使用落石之术？落石之术吗？肯定是要的。哎，他好生气，他生气。往前，这什么？他生气了。没有 Q 还敢敲单啊？他很生气吗？生气啊，很狠的那种啊。那一只蓄力 Q 的啦，烂死了。哎，你快跑啊！我觉得你那边不太对。哇，真的，我没有传耶。飞走啊！哇，我这边坐死了。哇，我是不是被喷？被奇怪的东西搞了。哇，只会往前，你也是偏只会往前。肯定要往前的。那直接被一个尼克作死到底啊！这一波应该直接，应该直接到兵营。换营吧，换营吧。还好没事。刚做干嘛，老师？换营吧，换营，换营，对对对。我一希望，结果再不然又是直接到兵营。你一个打架的角色，不要再鼻涕了。反正你要鼻涕的蛮爽的，不错。乐视啊。没有，我刚刚没有传送，不然我已经传了。你的想想，没有传送你还跑去滴滴，也是心理建设。你真有想法。八楼应该掉了。哎、啊，那啥？没有，
7000在吃，5000我操！哇哇，一座五，座五这，我操！你们一座五，你们只有四个人啊？我们只有四个人啊！继续，啊，那大致的人，上是五个，大致的人，闪过这个，救救 Michael！ 救 Michael！ 救不了、欸。人家断线都打不赢，什么闪现呢、啊？这边人家断线，我们都打不赢啊！你个灯妈、啊，就全部死光了。哎、欸，灯妈死全部哎、欸！真的是发生了什么事 ？OK， 给 Terry 一个态度冷静。已经不冷静了。电竞通知。来几个哇，三水龙哎！只知道他去点击特征，就是带了一个二级，被一个陌生男子袭击。等到清醒，这是一个三水龙，要修了吗？那 Terry 要打那个吗？那个要战旗啊！战旗啊！是人旗，就没过。已经断死啦！哦，我让你下去啊！我重排啊，不然，不然跟我。